甜头冰，因为这样90块，好便宜啊！这是蓝大碗。哎呦，好好吃哎！可以耶，那紫米变成是主角了，加在冰品，没想到是这么的搭。冰镇过后，反而那个紫米那个香味非常非常明显。飓风葡萄跟香菜面包，香菜当当包，北斗限定呢，不像香菜，像茶叶。难怪我刚刚就说有那种茶叶感，茶香。最近最好，它是因为新冠肺炎，它吃香菜可以降低脑雾。那我们三个刚刚结束，需要。阿美姐叫什么名字啊？那店叫什么？什么店？风向，风向，风向，对对，风向咖啡哦。我们去看香哦。好，它是葡萄，而且你看哦，它用飓风葡萄跟香菜面包，香菜当当包，北斗限定呢。哦。而且它饮料有香菜拿铁。走。北斗才有。一个是蒜撞美食。没有没有，这是门店老板推荐的美食。一元早餐店右转。好，阿美姐，我带你们去。这个蛮多人啦，还是你说有员工在做？有员工，这个人一起来，我要带你们去啊！人情味啊！红蝶，你在阿美姐后面看不到，我们看不到阿美姐。对，萌身高。哦，都结婚的啦！哦，结婚了，那四十几岁的啦！哦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说他做我的孙子可以，我已经七十几岁的啦，孙子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，是不是这里？是这里。像你们家就是最好吃，就高丽菜饭嘛，啊米糕嘛，对，啊像这个你们推荐，香菜要吃哪个？感觉这个香菜当当包。好吃啊！飓风葡萄这个很厉害，好吃啊！嘿，我把它请掉了。你好，你好。一大堆多香菜的哎！刚刚我们就已经有这个阿美姐买给我们。阿美姐买来之后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面包，你们自己最推荐哪一些东西啊？来的客人几乎每一样，大家都问他一样。试看看，因为这太特别了，香菜哈，恐怖哎！而且你看它还有一个香菜的感觉。香菜生巧克力，好荒谬哎！香菜生巧克力，我自己刚刚撇到一个香菜啤酒，哇，好酷！香菜暴力，香菜啤酒，我想要看是不是绿色？哎，不是哎，不是啦，我们在看比例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有吗？老板，等一下就给他。好，再喂。其实说坦白的。它比较有点像乌龙茶的啤酒，我不知道，或是带一点点蜂蜜味，但是是好喝的啤酒，好喝，但不像香菜，没有那种香菜的很冲的味道，不是菜味，是一个香气，香气，甚至有感觉到类似果香，果香，对，有点像果香，然后但有带苦，最后留在口腔的味道有一点像那个蔬果汁，红萝卜啊、芹菜那种蔬果汁，但是它是香味，但不会有那种。不是菜味，香菜那很明显的味道。脏脏包，香菜的脏脏包，要怎么吃啊？你把它撕一下。好。哦，它感觉哦，里面还有在包红豆哎。红豆？红豆泥呢？不像香菜，像茶叶。哦，难怪我刚刚就说有那种茶叶感觉。茶香。它上面有一层巧克力酱。它跟那个巧克力超搭，变成像抹茶巧克力的感觉，带了一点奶味。因为抹茶不是也跟红豆很搭吗？对，也很像，它就是茶的粉的味道。抹茶粉的感觉，但是茶香没有到抹茶那么抹，就是茶叶感，比较像那种台式的茶，茶叶味。所以平常不吃香菜的人都可以吃，都可以耶。它完全不是香菜那个菜味。哦，芋包葡萄。对。像餐包。哦，这个就是微微。哦，微微一点点香菜的味道，它真的进到你嘴巴里面，有微微像抹茶那种茶的苦苦的那种味道，真的有茶香哎，有，很奇妙。我在想说，是因为我跟着那个巧克力吃才这样，还是怎样？所以我单吃觉得好像茶粉，我觉得它是剩香菜的香气，你吃起来没有那个菜味。这面包好耐吃哦。咦，我的感觉是抹茶，对不对？难怪它叫台式抹茶。哎，真是好吃哎，很好吃哎，哦，味觉新开发的，因为跟我们原本的香菜逻辑是不一样。对，其实这样子处理就变成
抹茶。嗯，他就变成所有人都敢。哎、欸，老板你好。来，我不好意思，因为阿梅姐带我们来，因为我们刚好看到她，她就是买这个给我们吃嘛。对。我们呢，哎、欸，有香菜，然后我们就来好奇，很好奇。这个店太特别了，这是全台唯一一家就是香菜系列店，跟香菜的烘焙系列，等于是你自己研发是不是？对，北斗香菜产地是全台湾九成，九成都台湾，都供应，对，供应全台湾，低温干燥磨成粉之后，然后它的味道就是消失一半，但它的成分跟养分都还在，就是百分之百的香菜。对，而且吃香菜是不是也对身体？对啊，而且最近最红，它是因为新冠肺炎，它吃香菜可以降低脑雾。真的？对，你讲的。那我们三个刚刚结束，要吃药。我觉得不敢吃香菜的人，真的试试看，因为它真的没有那个菜味，跟我们的那个想象完全。大概眼界后，对，你还可以吃到它的营养，就是百分之百香菜，哦，香菜百分之百，香菜百分之百香菜，会不会喝下去就像抹茶一样？会吗？就香菜打汁，所以像蔬菜汁哦。茶。抹茶，但也是香菜，因为它这样子就很更直接嘛，就可以第一口是感觉是抹茶，但是后面的后韵是那种香菜的香，很神奇，因为他也第一次了，神奇冲击，你给我撅嘴，混血，但是好喝的，重点是好喝的，抹茶，香菜，对不对？合在一起，你是外国人，它没有像抹茶那么苦。抹茶，香菜，前面真的是抹茶，你吞下去，他说哪有香菜？我有香菜来了。我觉得它有点像，因为我之前喉咙痛，我其实会香菜直接泡热水喝。是哦。对，我觉得有点像香菜水的味道，就它的菜味没那么重。嗯，哎，对，很清香。它没有那个菜味，它只有那个香味。这个很好喝，很好喝哎，又感觉对身体很好。对，好喝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看到这个赚到，好，分享给各位。来坐。在我们吃完人家的咖喱之后，对，我们要再问他一件事情。有女朋友吗？目前没有。哎呦，努力啦！哎呦，有一天拜拜也会得到身边的保佑。我可以推荐你一些月老庙。我们是有任务的，好不好？什么任务？什么？对啊，任务，请你推荐就是你自己觉得吃完啊会觉得不错的一些店家。我推荐一间老店，它叫做美村点头冰。点头冰，都吃了会一直这样，会一直点头，就这样子，这么好吃。那点头的频率会很快，还是很慢？应该是会这样子，是有一个节奏，舒服的，舒服的，听起来舒服的点头。谢谢我们潮人店长，真的。他们的那个咖喱啊，跟那个烤布雷很好吃。只能选一样的时候，你们走过来就说我要买烤布雷。我不知道，咖喱跟烤布雷一起要带走了。搭在一起，要搭在一起。大家看正片就知道了。对，拜拜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吃点头冰喽。到了，点头冰。老店那种，对啊，美村路也在我们台中算蛮重要的一条道路。来去看看是在卖什么啦，老板。老板你好，老板你好。哎呦，老板也在点头冰。为什么叫点头冰？而且你这点头冰南洋椰奶，里面的话是综合水果，然后加上紫糯米、杏仁露还有椰奶。为什么叫点头冰？我是取名字最好记。还有个人说要点头冰。你开多久了？22年。而且一开始是点头冰，那后面这些牛奶冰之后再加上，还是一开始应该都有。还有还有别的。他有雪耳。哦，已售完。哇。哦，那雪耳，我吃雪耳，好想吃哦。你知道怎么样让它有吗？怎么样？把它抠掉。它抠不掉。哦，不是，这个是贴的。啊！雪耳冰一个。有啊。哦，为什么没有了？是今天没了吗？下次再来吃这个雪。对啊，现在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特别。对，期待。耶，来吃。好，我们准备吃吗 ？OK， 拜拜，谢谢。哎呀，哎，这样看很像红豆牛奶冰哎，结果上面是紫米，好酷哦。紫米哦，紫米，不是红豆。里面好像也有西米露，然后上面淋它的那个椰奶。他跟老板说椰奶是他们自己做的，而且他们的那个炼乳呢，跟我们一般。台湾普遍吃到那个飞燕牌炼乳也不一样，对，他们是进口的炼乳。从点头冰开始喽，点头冰，它很 Q 哎，对啊，为什么它感觉冰是 Q 的？
哇！我们去吧，石油。点头了。哎呀！真的会点头哎。哦，上面的这个叫什么？紫米好好吃哦，有带甜，然后它有带 Q， 跟它那个炼乳的香气搭在一起，超爽的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哦。它也是什么台中是冰品比赛第一名，而且他们也说这里的牛奶芒果冰是台中第一家哎。点头。它紫米好香，紫米好香，每一果都要配着紫米，那紫米变成是主角嘞。紫米粥啊，为什么我们都有吃过嘛？对，加在冰品，没想到是这么的搭。冰镇过后，反而那个紫米那个香味很非常非常的明显。我配一个水果吃来。嗯，紫米好滑稽哦。嗯，它放到冰上变得很 Q， 然后很像那种流油米的颗粒的那种滑稽。对，我觉得要配下面水果，哎，配水果真的超级南洋风。哎，它水果的甜度都是选那种水分多，然后带一点酸度的水果，所以它整个搭起来，它反而甜味是集中在刚刚上面那个椰奶跟紫米，而且它下面配西米露，好好吃哦，超搭。有一点让我像是摸摸扎扎的一个作者啊，摸摸扎扎，因为它用的是那椰奶，但它反而那个奶香味更明显，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吃甜的感觉。对，我都喜欢摸旁边的芒果跟这个，你配芒果吃哎。它搭水果之后，反而奶香会更明显。泰国有卖的那个芒果糯米冰，芒果糯米冰，我也发现新大陆，太棒了，丰田。哎呦，怎么顶啊？这个好泰哦，真的好吃，好吃哎，好像泰国那个芒果饭。对，然后变冰的，可以耶，好好吃哎，可以耶。而且它的芒果也很甜啊，超搭的。我觉得在这个夏季是很 OK 的。它是里面有凤梨吗？还是什么凤梨酱？凤梨是凤梨，土凤梨的味道。哦，真的耶。嗯。中间是凤梨的酱。好搭哦。那个冰品的走很南洋热带风。我觉得他们的冰不是走那种绵绵的口感，是很轻，有空气感。然后也不是那种完全那种冰片，不是碎冰哦。因为这样90块，好便宜啊。算了。超便宜的。这是蛮大碗的。因为它没有那么甜，所以吃起来是蛮消暑，对，很消暑，也不会吃得越来越渴了。嗯，哎，威廉哥很少吃冰吃这么积极，真的代表真的好吃，对，赞，可以，要来，可以啦，对，分享给大家，你省心情也算计，美食资讯随摇随到，新功能好康优惠卡，让你吃到玩到买到 CP 值最高，还能整集重看挑名店好物哦！时尚玩家 App 赶快下载哟！